小莲啊，他们都成了，我们什么时候成亲啊？谁说我要跟你成亲？你那天跟冯家人介绍说我是你男人了，你这是不承认了？承认，不成亲你也是我男人。不成亲我怎么做你的男人啊？我可以把你睡成我的男人。不给名分？不给。不，我要名分。哎呀，这该死的爱情的酸臭味啊，这日子真没法过了。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可能会想很久。没关系，我等得起。那你走吧。他被亲了，好羞耻啊。小姐，你回来了。老爷夫人刚进府，就听下人说你是从外面飞回来的。女儿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我能有什么事？没事怎么不走门呢？下人说你是被一个男人搂着送进来的，是寒山吗？是他，这不是翻墙速度快吗？看我比你们回来的还早。这是理由吗？你们两个到底怎么样了呀？没什么，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会解决的。冯老爷眼尖地注意到了冯美人有些红肿的嘴唇。他又轻薄你了？没有，什么都没干。再说了，就是干了，你们也打不过人家呀，散了吧。看来我得给青青去信，让他把聘礼准备好了。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没撇先画捺，先准备着。不用，我自己有。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，不一样。谁家的儿子娶亲，当娘都不准备聘礼？他看着在远处生闷气的方存生说，您什么时候成亲，我也给您准备。